这我不用报告了。明天早上是要手术，那个脊椎融合手术啊，请大家带到家啊。来，我们上我们的课啊，我们四年租金，来，不是经济费用，四年租金，我们每天花四分钟，要把四年内把圣经读一次啊。现在我们已经这个礼拜回去的进度是创世纪30章到34章，华阳里面那个30到34就是这个。好 ，next， 我这边这是我们的进度哈。来，我们现在在读创世纪，我们知道创世纪是讲4+4，哪一个四？四个人，四件大事，然后呢？四个人物哈。那哪四件大事呢？创造。堕落，洪水，巴别塔啊，是不是？那这四个大事呢，叫做太古时期，就是1章到11章。然后还有四个人物是哪四个人物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哈，四个就是从第12章到50章，全部都是在讲列祖时期。那第一个亚伯拉罕。他是我们信心之父啊，但是我们给他分成信心的开启时期、成熟时期跟高峰时期啊。那第二个以撒呢，是好好先生，他的内容也少，他只有3章啊。第一章讲蒙多汤，第二章他骗这个亚比米勒，第三章他骗父亲，他一直都是一生都在骗人家啊。那第三个就开始讲雅各啊，那雅各我们给他分成3段。我们这个礼拜会从33开始读到这个34章哈。那第一个就是他，因为他骗了他哥哥，他哥想杀他，所以他妈妈就叫他去他舅舅那里，所以他就去巴旦亚兰哈。好，那在去这个算路程啊，这边到伯特利要3天，伯特利到这边要30天。那他这个地方在伯特利的地方，他就在那边看见什么？天梯，记得吗？哈，天梯很重要哈。好，他到那边以后，他就娶那个他舅舅的女儿哈，所以一共娶了4个，2个女儿，然后他们2个的背影哈。那这个他的背影是拉跟拉，他呢是利跟喜，叫做利喜啊，这个记住了哈。好，那这4个开始生小孩。啊，那30我们看他生了老大，啊，生了4个，好，那接下去呢，又继续生哈，继续生，那个老二自己不能生，就把老二的卑尼给他一起生2个哈，那个但跟拿弗他利，他的意思就是啊，我这边也有生了哈，生跟我申冤的，他就跟他姐姐在争。他那个名字都有意义的哈，这是好。那个老大看老二把卑尼给他生，他也把他的卑尼给雅各跟他生，哦，他也生2个，叫做加的跟雅斯哈，这个都有意义的哈。好，那这个老二就看自己一直不能生，对不对？他就跟老大跟他姐姐要威尔刚。哦，他们怎么生那么多嘛？哈，那老大就说好，那你把今天那个让渡给我吧，哈，所以他就把雅各那天晚上就让给他，结果他又生2个，就是以撒加跟希伯伦啊。那这个就是威尔刚啊，那这个风茄啊，因为他的根部这个呢有点像一个这样子的人啊，你这个吃这个会小孩啊，好，就生这2个哈，结果。那自己那个这个利亚，他不只生这两个，还生一个女孩子，叫做迪拿。因为这个等一下34章会出现，所以他先交代这个。其实他不止一个女儿啊，还有些女儿们，所以是特别交代，因为34章要谈论到他哈。好，最后这个妹妹就生了一个儿子哈，叫做约瑟。然后他的名字就是说，你再给我生一个吧啊，但是最后一个是以后才会生的哈。好，那这个就是12个儿子啊，再给他看一下，老大生这4个，
然后老二的卑离生两个，老大的卑离生两个，那个他把威尔刚给他以后，自己又生了两个，然后妹妹生两个，啊，就是十二个哈。但是这里他的妹妹有一个，这里有个妹妹，等下会讲到的哈。好，那生了很多孩子以后，雅各想要回家了哈，想要离开他的那个他舅舅跟他算账哈，啊，算账以后，他说这样子的哈，你去看我的山羊跟绵羊。有斑有点有黑的，这些不好的统统给你啊，哦，好，那这个晚上啊，他舅舅就把这些有斑有点什么这些都统给他离开，叫他儿子把他带到很远的地方，跟他离三天的路程啊，哦，把他交给他儿子，然后跟雅各离三天路程啊，那他就去，雅各就去喂养他的那个羊啊，哦，那雅各呢就让羊，你们读一读里面内容，那个我是看不太懂的啊，你们可能去问动物系看，为什么那样子能够生出有斑有点有的啊，哦？但是有人说就是上帝的作为，那就没有不必去问了啊。好，他就弄一弄，生的人通通是有斑有点很多啊，哦，那而且肥胖的都是雅各的。瘦的呢都是拉班的，哦，所以拉班就很不高兴，就跟他的儿子那边起伏煮出啊，那雅各看到了，看到他们脸色不太好了，所以他说怎么样，这些就是有斑有点啊什么的，啊，然后他就开始要跑了，啊，所以第三十一章开始雅各就准备离开了，他就跟他们全部家人都叫来说就开始要跑掉 要跑了，啊，那在这个时候神叫他回去，所以他就好，就准备回去了哈。那要走的时候，他太太那个妹妹啊，就拖了他爸爸一个神像啊，然后再走。后来他们就开始跑了，跑了以后呢，拉班三天后，圣经说三天后他才知道，然后他开始出来追，追了七天才追到，啊，才追到他。那追来以后，神的使者告诉拉班，你不要对雅各怎样哦。是个警告啊，所以碰到的时候就说啊，那没有什么好话讲，就说啊，你偷我神像啊，哈，然后就但是找呢找不到，因为他妹妹他太太刚好夜间来，他就坐在骆驼上，把那个神像放在骆驼坐一下，所以不能够跟他动啊，所以找不到，找不到以后呢，雅各就是抱怨啊，他说你别给你做二十年啊。以上你要瓦利进这几个四个太太啊，你又十次改口攻击啊，就开始讲话把他抱怨了哈，抱怨以后他那边就是好了好了，那因为上帝有警告他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在这边立约好了，然后你就这个不要超过这边了哈，你坐那边，我坐这边，我不会两边就超过了哈，所以那个地方叫做米斯巴哈，好，就这样立这个石头。把它回见哈，好，那开始雅各想要回去了，他准备见他哥哥啊，但是他知道这个他哥哥很生气嘛，一定要杀他，对哈，然后呢，雅各他开始走，哎，发现有神的天使，哦，他就把他叫到地方叫做马哈内，就是两个兵团在那边哈，知道神跟他同在，然后他一接近他哥哥的时候，就派人先去跟他哥讲。哦，跟他说我回来，我是你的仆人啊，我回来了哈，哦。然后呢，那个他们的兵回来说，哎，你哥哥带四百个人来了呢，把他吓一跳，以为是要来杀他哈，哦，就赶快啊，就把队伍混很多队伍，哇，他自己躲在最后面啊，哦，就派很多前面的人带很多礼物，赶快去跟他哥哥道歉了啊，他就祷告上帝，那准备很多俸禄，然后开始这波。哦，把它算一算呢，啊，有580只，哦，580只的这些动物拿去送他哥哥哈，哦，然后把它分很多群，然后一群一群过去，但他留在自己留在后面，最后那个晚上呢，他在这个雅伯渡口的时候，怎么样？神来跟他摔跤，哦，只剩下他一个人之后，来神跟他摔跤，摔跤到最后，他那个天使不走。
哦，为什么？那因为雅各跟他说，请你祝福我，不然我不放你走。这很重要，因为雅各从前都一直骗人家，都一直靠自己的力量。他这个时候知道了，他没有神的那边的祝福，他是没有力量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神就在他的大腿窝抓他一下，他就变成跛脚了。以后他就知道了，他从此他不再靠自己，而且再给他改名字啊、哦，这就是天使跟他摔跤哈。那个人说：“你不要再叫雅各了，你叫做以色列，就是因为你跟神那个脚力你赢了，你但是从此你开始知道只有靠神啊，不能靠再靠你自己的能力了哈。”他就把一个地方，他跟天使摔跤的地方叫做比尼的哈，就是看到神的面哈。好，然后他去就碰到哥哥，结果他哥哥其实已经。把那个都忘记了哈、啊，那两个人就和好。然后呢，他哥哥就先走，叫他跟着后面走。他本来说好，但是其实他还是不太敢回去呢，跟他哥哥回去。后来半途就脱跑了哈、啊。那自己雅各就往苏格过去哈、啊，这两个人和好。那雅各就进入迦南的一个地方，叫做赤剑哈、啊。他在那边就买一个地足坛，然后把它叫什么名字哈？啊好，那在这个事件呢，有发生一个事情啊，就是他的雅各里面有个女儿迪娜啊，这个迪娜，那当地的那个大地主的那个儿子啊，事件喜欢他啊，就给了，结果呢把他玷污了。那后来他的哥哥不是有12个吗？对不对？就很生气啊，就他，但是他们这个事件很喜欢他，就叫他爸爸来提亲啊。但是他们这些哥哥不想给他赠给你、哦、所以就说好啊，那你这样子呢，你们全部都受割礼，我们就跟你们结亲、哦、那世界这边迦南人呢、啊，他怎么样想呢？说对，他们这些以色列这两个对方、哦、生出这么多东西、哦、那我们跟他结婚的话，这些岂不归我们吗、哦、其实他也想贪他们的东西啊！啊，雅这个迪拿的哥哥这边是准备要修理他的哈、啊，叫他们每个人通通男生通通做割礼。那第一天就很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就怎么样？第三天正在痛的时候呢，雅各的两个儿子，迪拿的哥哥西面跟利位就去把那些男丁统统杀掉。哦，这是因为我们会读到这边，那以后你会看到。他的哥哥这两个西面跟利未也是受处罚、啊、你看啊，迪拿是这个对不对？那个西面跟利未是这个，你看这两个颜色是一样的，为什么？他们是同一个妈妈、啊、这两个是他的亲哥哥、啊、那这两个后来西面呢，他们在后来的分地的时候，他被分到什么地方？在犹大地里面的西面只有一小块，利未呢后来被分地分到哪里啊？就分到12个支派里面，啊，就是以后又看到这两个哥哥后来受了处罚，就是这样的哈。这他们这个跟这个两个是同妈妈的哈。好，那雅各就对西面跟利未说：“呀，你们连累我，还有这边得了错名，以后就那两个都受到处罚。”好吧，好，那这就是那个路线图啊，他追到这边啊，然后这边两个都立石头以后，那哥哥就回去了，那他就往这边跑到世界，就是那个迪拿就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啊。好，这回就是读到这个进度啊，来进去，还是今天不要背了，进去已经背那么多次了，今天是九月三十是多一次的啊，好，请起立，当祝福师。